小明，小明，叔叔，你是佳明的爸爸，他去医生那儿了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，请问你是？我是佳明的朋友。啊，那来，到里边坐一会儿吧。来，请。哎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呀、啊？上我们家来过吗？啊，没有。哎，那是在哪儿见的？叔，你先躺着吧，别太累着。啊，没事啊，其实我没什么大病，他们呢，非得把我关到医院来，哎呀，闷死了。佳明回来陪你就不闷了。那是，坐。啊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，名字还保密呢？叔叔，我给你削个苹果。你不是我们泾县人吗？不是，我是从上海过来的。上海？你就是于小强吧？爸，是我。我们俩在电脑的视频里见过面。我说在哪儿见过吗？哎，你是怎么来的？是和嘉宾一块儿来的吧？这小子还骗我呢，还。哦，没有骗你，他是跟姨妈过来的，我是自己坐火车过来的，刚才在走廊里碰到的。那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一块儿来呢？那个，我到这儿来出差的。临时出差过来的。哦，这么巧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忙还来看我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过来看看你跟我妈的。那你干嘛要说你是佳明的朋友，还不告诉我名字？太见外了。爸，我刚才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，我脑子一团糟，我太紧张了。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。哎呀，什么丑媳妇儿啊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爸爸都成朋友了。他说了，他还夸你写的字儿呢。还说我的字儿？那这样，回头呢，我送一幅给你。谢谢啊，爸。哎，不谢不谢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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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你先坐。嗯。姚医生啊，我想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法，让我爸爸在家里边休养边治疗，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他的心情也会好一些。妈，你说呢？对对对，医院里头住长了，你爸爸早晚会怀疑的。他既然已经得了这个病，就不能再让他得心病了。
只是姚医生，又不做手术，又不做化疗，能治好吗？每种医疗方案呢，都有利有弊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回家也不是放弃治疗，相关的药物呢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无论如何，病人的心情是治疗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所以你们回去以后要多多照顾病人的情绪，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带他散散心，让他心情保持舒畅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知道了，姚医生。那我爸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明天一早就可以。哦，好好好。小强啊，你能够陪我到走廊上活动活动吗？我在这病房里待的快闷死了。可以啊，不过我妈他们回来看你不在，会不会着急啊？没事，你也怕我当逃犯呐？哎呦，你们回来了啊！爸，你们已经认识了。哎，我们俩说了好多话了，你呀，媳妇儿来了也不告诉一声。我这不是刚碰上吗？就陪妈拉去见医生了。哎，阿才，你先回去啊，你和阿凤他们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呢把小强接过去，好好聚一聚啊。啊，不用忙，爸，我是过来出差的，我晚上还有点别的事儿。出什么差？嗯，你让妈先陪你出去走一走，我跟佳明出去说句话。好好好。哎呀，阿才呀，佳明他媳妇儿来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你何必呢？刚才在走廊里说过了吗？哎，有余啊，医生说了，明天你就能出院了。真的？医生还说什么了？说你没什么。回家吃药养病，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好了。既然没问题，干嘛要明天才回去呢？我现在就想回去。再说小强也来了，我们全家晚上可以好好聚一聚呀。你怎么说来出差啊？你爸病了，你妈又不认我，那我应该怎么说呀？那你干嘛不愿意去我家？什么叫我不愿意去？你妈她让我去。那你晚上住哪儿啊？我找了一家宾馆，行李我都放好了，你不用操心了。你在电话里说爸不太好，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肺癌。我刚才看见爸的样子也不太像。老公，你别难受啊。要不咱们到上海大一点的医院再给爸好好看一看。那就瞒不住了。我爸他特要强，怕他知道了受不了。我和妈跟医生商量过了，让他先回家边养边治，明天就出院。出院不治了？不是不治，是保守疗法，可能我爸待在家里对他身体更好些。那晚上等妈走了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想来医院跟你一起陪着爸，好吗？你这样跑来跑去累不累？我不累，我想陪陪你们，我也想看看佳明。哎呀，佳明，你赶紧去帮你爸爸办出院手续吧，他吵着闹的，今天要出院呢。那姚医生能同意吗？你去跟人家好好说说，大不了人先走，明天再来办出院手续。行，我们走。哎，你自己去，你去就行了。小强要留下来跟你爸爸收拾东西呢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。于小强，你倒是蛮厉害的嘛，我们都还没有认你呢，你就跟老爷子演起戏来了。妈，我又不是个演员，我演什么戏啊？我来都来了，我看看爸不应该吗？我求求你不要叫我妈好不好？你也不要叫他爸。虽然你们领了结婚证了，但我这关没通过，你就不能叫的。那我跟你去整理东西吧。你以为是真让你去啊？我是说给佳明听的。你不是说你出差来的吗？那好，一会儿你进去就跟老爷子这么说，说你出差忙得很，你没有时间，晚上更不能到我们家来。我绝不能让你进到我们家，更不能住在那里。我有地方住的，你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有。你走的时候，不要去跟佳明打招呼，晚上要想尽办法不能让他到你那儿去。因为他要在家照顾他爸爸的，这个你总懂的了。懂。
我们家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识相一点，明天就回上海。没有了，走啊。 你儿子去给你办出院手续了，我给你收拾东西。好。爸，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为什么？哎，阿彩啊，不是说好了小强跟我们一块回家吗？我留他了，他说有事儿。你不是说你有事儿吗？爸，我这次来出差，有些事儿还没办完，今天晚上我就不能陪你了。啊，有工作啊，那工作是不能耽误。 那这样，明天中午，无论如何也到家里来吃个饭。明天我可能就要回去了。事儿这么快就办完了？啊，那更好啊。那明天中午啊，踏踏实实吃个饭。老于，人家说了，他要和同事一起走的。哎呀，和同事一起回去早一点，晚一点无所谓嘛。不行，咱们让司机送送他。啊，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办。哎呀，怎么着也是我们家的媳妇儿嘛。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家，不在这儿吃饭，那我们这个做公公婆婆的，哈，也说不过去呀。那你明天真走啊？一定回去。你看看老爷子都发话了，那你就留下来吃顿饭吧。我觉着你吃完饭，赶下午的火车应该来得及。好吧，谢谢。哎呀。 家人不用那么客气。嗯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去忙吧，这儿有我呢。那我先走了，爸。再见。哎，别忘了明天中午啊。好的。哎，我怎么总觉得你在赶人家走啊？什么？我怎么就赶人家走啊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和同事有事情。 我看他是特地来看我的呀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他是来出差的。喂，老公，我先走了。为什么呀？爸都出院了，一会儿咱们一块回家。我今天晚上不去你家了。是不是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爸说了让我明天中午到你们家去吃饭，妈也答应了，我还挺高兴的。 那你告诉我你住哪个宾馆，一会儿送完爸爸我就来找你。你别过来了，你在家好好陪陪爸爸，别让妈不高兴。听话啊！你一个人住在外面，又没地方吃饭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我不放心你还差不多，我明天中午不就过来了吗？你别啰嗦了，我挂了啊。 爸已经回家了，咱们饭也吃了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为什么不让玉小强回家？他没经过我们的同意就不应该来，我今天算给他面子了，要不然我从病房里就给他赶出去了。你看他多厉害，趁着我们不在，跑到你爸爸那跟你爸爸套近乎。我怎么就觉着他是冲着我们家财产来的？妈。 你说这些话，你有没有摸过自己良心啊？小强要真要是这样的人，他早就撒泼放掉，打上门来了，还用得着等到今天？你竟然是我没良心啊！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我看这两年你跟他学坏了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就当我说错了好吧？可是妈，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儿子着想过呀？我跟小强都已经结婚两年了，爸爸现在已经接受他了，你到现在还顽固不化，不肯认他。 你真要断送了你儿子的幸福，你才高兴啊！我不是答应他来家里吃饭了吗？你还让我怎么样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明天吃饭的时候，我绝不给他脸色看。我现在就能做到这样了。好了，赶紧去陪你爸爸吧。 不知道佳明他们都瞒着他爸爸的病情，今天都出院回家了。那这段时间，你得多照顾照顾他啊，带。
我问他好，我这边也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中医。啊，他妈妈对你还好吗？还行，挺好的。哎，毛毛呢？叫他过来叫我。毛毛睡了。怎么这么早就睡了呀？玩累了呗。行了，你也奔波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 哦，爸，我明天晚上就回上海了，后天中午我就过来接毛毛。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要不这样吧，后天一早，我把孩子给你送过去，啊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是自己去接他吧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啊，挂了啊。哎，啊，再见。 说鲍有余还能活多久？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们这个家就垮了。阿来，你别这样，你看你这样难受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再说了，给鲍有余看见多不好啊！他生病以来，我从来没在他的面前哭过。只是这些年，他的一切我都习惯了。 他就像我心里的一个闹钟，到点他就响。他高兴，我也就高兴；他不吭声，我就着急；他好，我就能睡着觉；他不好，我也难受啊。现在这个闹钟要停摆了，我怎么办？阿彩，你呀，别说那么多不吉利的话，这说不定啊会有奇迹的。那现在有很多得了癌症的人。 那活着的也不少，你别当回事儿，他病就没了啊！是啊，阿彩，你就别哭了。好了好了，让阿彩哭出来，哭出来心里舒服。阿彩，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，你们都走吧。那你自己小心啊！知道我知道，走。明天来看你啊！走吧走吧走吧。来，叫外公。再大点声。 哎呀，听见了吧？快去找奶奶玩去。哎呀，叔叔，这下您放心了吧？啊，小强来电话了，说他明天晚上就回上海，说后天中午到这儿来接毛毛。你看，是不是明天晚上你就把毛毛给我送回来吧？他要后天中午来接，那我就后天一大早把孩子给您送过去，您看行不行？ 你这样是不是太匆忙了？这不舍不得吗？您放心，在小强接孩子之前，我一定把孩子送到您手里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好吧，那你出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。好好好，再见。不给你吃，给谁吃？给宝宝吃。 给奶奶吃好不好？不好，那给毛毛吃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乖。啊，吃奶奶开哈。好，你自己也开一个好不好？毛毛，后天一早得回去。嗯，你也不知道，这都是争取来的。小强明天就回来了。哎呀，说起来呀，一见过这人还是不错的，好说话，通情达理。 小强比起他爸差远了。哟哟呀，开好了吗？吃。嗯，谢谢，好乖。吃。哦哦，哎呦好。你呀，有空的时候也去崇明看看你的丈夫。不管怎么说嘛，虽然离了婚，他还是孩子外公嘛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。我知道。哎，妈，晚上毛毛跟谁睡？ 当然跟我睡了，哎，妈妈，晚上跟奶奶睡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妈妈，叫爸爸。奶奶爸爸。啊。爸。那叫奶奶。奶奶。哎呦，乖，跟奶奶亲个。嗯。哎呦。你呀，也别泄气，反正还有一天多的时间呢，你好好跟他相处，他一定会叫你爸爸的，啊。
家的感觉真好哎！我现在这心情啊，就像这诗里写的“轻舟过山”。爸，你这字可是越来越好了。这幅是送给你媳妇儿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那我可替她先谢谢你了，你就等着她夸你吧。于小强人不错，虽然是第一次见他，就看出他有一个好的家教，有他爸爸的风范。哟，您还认识他爸呢？怎么认识的？不告诉你。嘿嘿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？人家老爷子可欣赏你的字了。我和他爸爸呀，虽未谋面，却是君子之交啊。嗯，那我跟他算是忘年之交。哎，你呀，别老三老四的，你要好好的尊重他，孝敬他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也是有好家教的，我会像孝敬你一样的孝敬他的。佳明，明天陪我去茶园走走好吗？爸，你刚出院，身体吃得消吗？我想多看看那片湖，多去呼吸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，这样我的身体会好得快一些。佳明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小的时候啊，天天往这儿钻，可是一晃啊，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来这儿了。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在梦里经常到这儿来，这还是那么漂亮。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园，我对这片茶园那份感情有多深，你心里最清楚了。可是现在啊，爸爸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，你妈妈的年岁也大了，她再怎么帮我，可我总得面对现实啊。何况爸爸可能来日无多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在医院住了没几天，怎么就开始胡思乱想了？爸爸得的什么病，我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去年我到合肥去出差，顺便在省立医院做了一个磁共振，当时就查出有阴影。医生说，乐观一点，是我从前的肺结核痊愈之后留下的钙化点；不乐观，就是肺癌。还有这次会诊吃的那些药，吊的那些针，你们还真以为能瞒得了我吗？啊，爸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咱们可以早点治疗。哎呀，我实在不想看到你妈妈为我伤心啊，我才一直瞒着她。你妈妈这个人，表面上看呢，她是咋咋呼呼的，其实呢，她遇到一点事儿啊，最先垮下来的就是他。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你就耽误治疗啊。人呐，得顺其自然，尤其是面对生老病死的现实。佳明，爸爸已经想明白了，爸爸一点都不害怕。
我一直在想啊，这上天给了我很多的恩惠，你看，给了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给了一个健康善良的儿子，现在又给了一个能干厚道的儿媳妇儿，我该知足了，是吧？我包有余这一生啊，过得是够美满的了。都这么美满了，现在老天爷要我提前去报道，我这心里应该平衡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早一天治疗，就多一份希望啊。说穿了，我是吃不了这份苦，受不了这份罪，所以啊，我很感谢你们和医生，没有让我动手术，没有让我化疗，还让我回到家里，还能看到这湖光山色，我死而无憾。爸爸想求你一件事，万一有一天爸爸真的离开了你们，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辈子的茶园里，让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够闻到这茶叶的清香。小明啊，你放心，接下来的每一天啊，我都会过得开开心心的。你也不用告诉他们我知道什么病了，啊。今天你就跟小强赶紧回去，千万不要误了工作啊！我已经把工作辞了，我就是想留下来多陪陪你。哎呀，可你有妻子还有那孩子啊，这家里啊是离不开你的。我这个病啊就这样了，你放心，我会配合治疗的。啊，这片茶园呢，我都想好了，尽快的把他们处理掉。可是爸，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家业，它是你一辈子的心血，这是咱们的根啊，怎么能卖呢？我实在不忍心啊，看着你妈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呢为着这份家业在那儿独自的操劳。佳明，那要不你也帮爸爸出出主意，看看怎么办。不论是卖是留，爸爸只是想给这片茶园找到一个好的归宿。爸爸最怕的就是有一天，如果我离开了，这变成了一片荒芜，那我真的对不起祖上，也对不起这块土地呀。小强的到来，啊，爸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我先干为敬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还有呢？啊，妈，我敬你一下。祝你们二老平安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啊，谢谢。
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！刚才小强啊叫我爸，喊你妈妈，这就说明啊，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一家人呢，要团结一心，相亲相爱啊！哎，这几天让你们几位都辛苦了，来，大家多吃啊！好，吃吧，吃吧，哎，今天这个菜刷的味道不错呀。今天大部分菜呀都是小强做的，真的。哎呀，你看你头一回上门就下厨房啊！啊，小强在家都这样，一进门就去厨房。其实他最拿手的是包馄饨，可好吃了，我一顿能吃80个。那今天别走了，晚上给我们包顿馄饨啊！爸，你听贾明说，我平时在家呢，也就是烧几个家常菜，跟妈妈他们比肯定差远了。本来我这次也是想多待几天，但是我这次走得急，家里有很多事情都没安排好。是不是孩子没人带啊？这样下回来啊，一定要把孩子带来啊！啊，哎，阿才啊，你看，我们都认了这个媳妇儿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小强的孩子，就是我们的孙子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最好是让他们再生一个，到时候就皆大欢喜了。阿才是吗？我们是今天来说话，还是要吃饭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吃着吃，吃吃吃，边吃边喝，吃。哎呦，包哥，哎，小强，你儿子长什么样啊？有没有照片给我们看看呗？我这有。我儿子毛毛可聪明了，一睁眼就叫我爸爸。哦，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长得不错哎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下次。哎呦呦！哎，大名叫什么呢？包航宇，航行的航，羽毛的羽，好名儿。都姓包。哎呀，你看那孩子，叫我们儿子叫爸爸，那他不姓包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吃吃吃，多吃多吃，嗯。滴滴滴滴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停了啊！开车，对，倒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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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来了啊！停！好玩吗？好玩。哎，哦，要擦擦手，来，你拿着。擦擦手。哎，擦擦手，擦擦手。擦擦手。哎呀，您别说，这带孩子是真够累的，但是特别好玩。体会到带孩子乐趣了吧？嗯。哎呦，可惜啊，明天要走了呀。你呀，一定要说服小强啊，让毛毛在这儿再过夜。肯定的，要不我这小船白买了。是吗？来来来，来乖乖，咱们吃一个苹果。来吃个，来叫爸爸。爸爸，这个吃。他是不是管我叫爸爸了？把他叫你爸爸了。再叫一声。大声一点，爸爸！哎呦，好乖，乖，好乖！哎呦，好乖！妈，这个呢，我就不给你表了。你要是想挂呢，自己拿回去弄啊。谢谢爸，我一定把它裱起来，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。我来，我来。这幅啊，是我送给你爸爸的。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？李白《乐府·行路难》。哎，爸，《行路难》剩下那几句是什么呀？啊，全诗啊很长，如果给你背下来啊，我怕你赶不上火车呀。我来，我来。我来。小强啊，那这本《李白选集》啊，你拿回去。哎，有空的话，顺便教教我孙子。好的，爸，谢谢你啊，爸。不谢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我来。太厉害了，没征得我们同意，那孩子怎么就跟着姓了鲍了呢？这是我跟他一块商量的。你还不是听他的？
也不问我们愿不愿意，就爸爸妈妈的叫，知道我不吃这一套，好了，开始来哄你爸爸了，把你爸爸哄得团团转。你没看见爸现在有多高兴啊？哎，现在什么最重要啊？不就是让爸高兴吗？不过，他答应我今天就走，这点我倒蛮欣赏他的。我就知道是你赶他回去的。怎么是我？这是他识相之趣。鲍先生，我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你还满意吧？满意什么呀？毛毛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？还嫌我夸你呢？你好好努力吧。臭小子，就知道护着你老婆。哟，你认这个儿媳妇了？哼，要想让我认她，她还得努力。哎呦妈！宝宝，宝宝，你看你管他叫什么？叫叔叔，叔叔，哎，再叫一遍，叔叔，叔叔，嗯，然后管我叫什么？爸爸。好样的，来叫爸爸。爸爸。哎，好乖，再叫一声。爸爸。嘿嘿，真好。哎，有人来了，看谁来了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走走走，走走走，看看谁来了。哎呀，你好，这是刘光耀先生家吗？对对对。我们给你送小床。好，好，好，帮我抬抬耳朵，帮我装上就行了。哎，好嘞。哟，宝宝有小床睡了，咱们睡小床去了。你妈夸我勤快、懂事儿、有主见，这是你妈在说我的吗？今天晚上回去一定好好谢谢咱妈，明天太阳一定会打西边升起来。这是西边吧？哎，行了，我妈她真是夸你，其实她心里已经接受你了。就是拉不下这脸，你能不走吗？我舍不得你走。我也不想走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顺其自然吧，你相信我，一定会让你妈接受我的。这两天你在家好好陪陪她吧。其实你妈也挺不容易的，爸得了这病，她心里肯定特别难受，还要装得若无其事。其实我爸早就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了。这些年我无心继承家业，他想把茶园卖了。今天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对不起他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把这份家业继承下来呢？如果我留在安徽，你和毛毛能搬过来吗？我们俩到这儿来？那我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毛毛在这儿上学啊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再做决定？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？没呢，我也没想好呢。佳明，如果你真的想孝顺他，你想继承这份家业，我支持你。可问题是，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做生意。这么大个家业，让我一个人担着，万一给我败了，我不是就更对不起他了吗？不过无论怎么样，有你在，我心里就觉得踏实。不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都有一个人在关心我、支持我，还能和我一起扛着。所以说，家是最重要的。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你小弟。人生有两道门，听着。爷爷奶奶在的时候，帮我们挡着，我们就不用害怕，没有恐惧，无忧无虑的。等我们长大点，爷爷奶奶走了，父母就帮我们挡着。有一天父母也走了，这道门就又打开了，我们就得自己站上去。我是你姐，我就得先站上去帮你扛着。所以找个年纪大的还是有好处的吧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我老婆呀？这个地方就不要成为一道风景了。快回去吧，去火车站的中巴一会儿就到了。我陪你去火车站。哎呀，别陪我了，爸妈还在家等着你呢，别送来送去的，快回去吧。那你回去赶紧接毛毛啊，晚上咱们视频，我想死他了。走吧。
好，走了。要啊，嗯，你看，他就喜欢我给他买的这个毛绒玩具，摸着摸着就睡着了。哎呀，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，越看越爱呀。你身边躺个小孩，我这才感觉自己像个父亲了。儿子，妈真替你高兴啊。好了，我去睡了啊。嗯，小心点啊，晚上会蹬被子的。好，你也早点睡啊。嗯。是相伴走下去，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幸福，我们爱的。
心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。